巴黎就是一个比较梦幻的一个大家向往的一个城市。我觉得熟妹挺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对她的印象啊，就是她那个蜘蛛网的那个系列，就是有很多那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融入到她的那个设计里面，就会让首饰变得很有内涵。我觉得其实它虽然是一个有很长时间历史的珠宝的品牌，但是它的设计还是很年轻的，就是结合了时尚的还有古典的元素，我觉得是做得挺好的。熊妹进入中国市场的五周年的时候，要首先感谢熊妹提供给我很多次的装束，然后也希望她能够把她的魅力和优雅带给所有的中国的有魅力的女性。